谁都不够完美，就像白天黑夜不重叠，也紧紧相随。各位菩萨早安，我现在在机场了，要9:25的班机要回新加坡了，很开心这一次能够跟你们结这么好的善缘。我也是有幼教老师的资格，在新加坡也有做过1年4个月的幼教老师。这里我了解到童心是我们学习的榜样，三尺童心他们的一个模型最单纯，我们的老师我也是一样，要学习孩子的那个笑容，每天把笑容展现给我们心爱的孩子，借此在这里我们要共同的努力，借势能念心，能够随处养心，我们的心一定会朵朵开花。希望大家我们能够再续缘，下次再见，后会有期，拜拜，爱你们哦。